大家好，在家，你要去负责洗这个，有没有人记得是什么？自己去洗。哎，你们记不洗？嗨，我们来开箱，从神带回来的战利品。首先是这个0.00保险套。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已经看到这边的阴影了。我们来猜里面会是什么？这是里面没有东西。啊、这就没有啊，会有一个环。背后就有一个，为什么对焦不了？零一个环。大家在开心中。我没有，我就觉得很好。这你有要试用吗？是。这个东西。再给那个用吧，给他用吧。我想看。给这个用。先打开啦，我要看。你要先看这个。对，我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你看里面就很好奇，你还说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不是说里面应该是没有东西的。哎，黑黑的，有东西吗？有。还真的装的有点像那个的样子，很空的感觉。它里面摸起来有一个环，所以如果我的手指这样穿过去会破吗？好，你穿穿看。来呗，嗯。所以它到底是什么、啊？它就是一个环，真的就是一个环而已，然后就这样让，完全就只是一个环而已，这是怎样？我觉得很可爱啊！不是，这具体是干嘛的？送人家拿去，你干什么？不要，你干什么？本商品没有任何避孕效果。那你要假装有啊，你来哇，教大家怎么使。它上面真的写没有，为什么还要教大家这种东西有避孕效果？有必要要教大家怎么使？0.00哎，没有道具没有办法示范啊，那什么0.00啊？等一下我们讲，你要什么道具？我们把这个旁边明明就有，这是干嘛？你这么热心儿，太香了，这没有好什么好示范，你真的很变态，看猫。怎么这么好玩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阿刚在跳舞，真蛮好玩。我们发现新游戏，新世界。原来是这样玩的、喔。好啦，下一个，这是狐狸帮我代购的，这是之前代购，然后终于送到了。那么 Tenga 战士吗？对啊，初回限定版的 Tenga 战士，哎，好好拿，好好拿。哦，好可爱、喔。哇，好可爱哟、喔、！Tenga Robo。Tenga Robo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它的大炮，这样子。我、哦、天哪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拆开喽。好，看起来很可爱。请问这个如果拆开的，里面是什么？该不会真的是那个吧？哎，好可爱啊、哦！噔噔 ，Tenga 机器人。其实没什么太多东西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我是把它拆坏。你把它拆坏了，说明它原本不是要让你拆的。没有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原本是怎么弄上去的。嗯，你不知道它原本怎么弄上去的，你就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它坏了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坏嘞、欸。真的、欸。你把它拆坏了，可是它没有任何粘的痕迹啊，啊，还是它这个就是粘的。对，然后你把它拆坏。那个白菜，不会吧？它的大炮，它大炮出口，哎，那个口就这样，可是它竟然口就这样坏了，竟然不是，你这样一拆就坏了。不是，你看它竟然真的是这样粘的，它竟然就是这样子一个点点热熔胶。谁跟你点点热熔胶？我不管啦、啊，我要帮他拿武器，手打不开，这枪怎么办？哎呦，他把他手掰断。而且它这个明明就是直直的这样一个大的。你会把它弄断了？哦，你把人家的一个就是炮头，你把人家的龟头扯下来，快点去跟胡子要粘的。你负责啦，接下来我要开的是这个。不行了，你怎么可以就这么简单的带过？难道你们对他没有任何感情吗？那个我现在也没办法粘啦，你要去跟胡子拿。噔噔噔噔噔，战斗数值、侦测器什么之类的。我突然就开下一个东西。因为很好猜，因为我觉得对这太好奇了。重点是这个东西，它明明就可以缩成一个 Tenga， 你为什么不让它缩？怎么说？它说明说你什么都这样拆半掉子，那你就算，那你就弄呗，这样子吗？好难看啊！然后呢？你有放电池吗？啊，应该有啊。有了，滴滴滴滴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以为是上面会有数字哎，结果没有，它只是个音效而已。哇！可恶，我以为哎、欸、有数字的话就会变得很好玩哎，可是怎么会没有呢？亏它的外盒包的这么好，害我以为有，就是啊这样子烦啊，我啊啊！你想看到别人的战斗数？对啊，我想看别人的战斗数值。
五。五五。你根本没看到。怎么你吓到了？你以为有？你看。哇，是小 Tinga， 这原本是机器人哦。嗯。比想象中小。那这个怎么办？去借一个胶啦。你去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还要玩这个记得吗？开运昆布茶。你到底要我走还是要我在这？开运昆布茶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喝吧。正好就是打开以后它会有开运，就是里面有一个类似签的东西，要用90度的水喝，哎，然后会有招，会开运招福。来试试看。我来了。刚过新年，我们要用开运茶来为大家祈福。这可是福建道和山上的开运茶。新年快乐！里面好多东西。里面有什么？很多东西。里面有昆布盐、砂糖、粉、昆布、降噪酶、粉、淀粉、抹茶。哎，内容量有6杯。对啊。那里面没有胸。里面没有胸。里面级以上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自己看封面。级大级、中级、小级啊，没有胸哦。那闭着眼睛抽一个。抽签！好了，这是我的。这是你的了。对，这我的。我也要像你那样吗？有啊，我的不要嘞。好，就这个。里面有一片昆布，说昆布打开里面会有一个紫，是紫苏梅的香味。它浮起来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好好玩哦。清晨这里。悠悠，我的在打开了。你是打开了？这好酷哦！这还要等它泡完打开才知道是什么。因为它在打开了。然后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首先喝进去才有 view 啊。有了，它在开，它要开了。悠悠，大吉吗？还是小吉？是末吉。是末吉。是最小的。哦不。啊啦啦啦啦！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末吉耶，好好玩啊、哦！墨吉好玩啊！好，我要先喝几口，你先喝嘛。我是墨吉啊！你先喝嘛，然后喝完感觉一下。我的还不知道，我的就等喝完才知道。好喝吗？很淡。咸咸的。咸咸的，它不是昆布汤吗？嗯，一种不知道该把它当成汤还是当成茶的感觉。茶跟汤哎。对啊。昆布茶加汤。好混乱的味道。茶昆，好喝吗？不习惯。不习惯。你咋还没 open 呢？在揭晓吗？我在震动它，让它有弄。哎、欸，打开了！打开了！大吉！我是大吉！哟，我看到了大吉！你看到了！好开心啊！嗯，本来更好玩嘞。你本来最近就比较幸运一点啦、啊。这样就满足了就好了。继续？还有继续吗？没了，真的这个。这一定会被黄标。你确定你要开这个？一定会。我根本就没有要决定要开。请帮我打码。请帮我在该打码的地方打码。我要转喽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既然喜欢，想看更多可以按订阅。波波。真可爱，超可爱的啊！我们那时候找这玩具找很久了，你忘记了吗？也没有找很久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都是顺道看一下，不是？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不要黄标我，我已经把它收起来。你为什么粘不起来？对啊，白胶粘不起来。这不是白胶，是胶水，胶水一定粘不起来。为什么没有保利龙胶？好喝。